妇科疾病是女性常见病，多发病，但由于许多人对妇科疾病缺乏应有的认识，缺乏对身体的保健，加之各种不良生活习惯等，使生理健康每况愈下，导致一些女性疾病缠身，且久治不愈，给正常的生活、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。六大妇科症状：一、白带异常症状，无色透明粘性白带，白色或灰黄色泡沫状白带，凝乳状白带，豆腐渣样白带，水样白带，白带有血丝或白带增多、减少，有异味。病因：宫颈糜烂、宫颈息肉、宫颈炎、霉菌性阴道炎、滴虫性阴道炎、细菌性阴道炎以及盆腔炎等。二、月经不调、痛经症状，月经周期或出血量的异常，或是月经前、经期时的腹痛及全身症状。病因：器质性病变或是功能失常。血液病、高血压病、肝病、内分泌病、流产、宫外孕、葡萄胎、生殖道感染、肿瘤如卵巢肿瘤、子宫肌瘤等。三、私处瘙痒、潮湿症状，外阴瘙痒多位于阴蒂、小阴唇，也可波及大阴唇、会阴甚至肛周等皮损区，长期搔抓可出现抓痕、血痂或继发毛囊炎，肠系阵发性发作，也可为持续性的。夏季天热还会潮湿。病因：霉菌性阴道炎、滴虫性阴道炎、慢性外阴营养不良、不良卫生习惯、皮肤病变、擦伤、寻常疣、疱疹、湿疹、肿瘤等。四、阴道不规则出血症状，出血可来自外阴、阴道、子宫颈和子宫内膜，但以来自子宫者为最多，长期持续。阴道出血、停经后不规则出血、同房后出血、经前经后点滴出血。病因：子宫肌瘤、子宫肌腺症、宫血、子宫内膜癌、流产、宫外孕、葡萄胎、宫颈糜烂、宫颈息肉、宫颈癌或黏膜下肌瘤等。五、腰痛、腹痛症状，腰部一侧或两侧疼痛，腰痛常可放射到腿部，常伴有外感或内伤症状，下腹部坠胀疼痛及腰底部酸痛。病因：输卵管炎、盆腔炎、附件炎、子宫肌瘤、子宫颈癌、卵巢囊肿、膀胱炎、宫外孕、阑尾炎等。六、尿频尿急、尿道口灼热症状，尿频、尿急、尿痛、尿路刺激、小便频数短涩、滴沥刺痛、欲出未尽，伴有血尿、伴有尿浊、小便困难、有灼烧感和疼痛感。如何预防？一、瘙痒处应避免过度搔抓、摩擦、热水洗烫等方式止痒，不用碱性强的肥皂洗浴，也不能用洗浴剂反复清洗外阴或冲洗阴道，而引起阴道 pH 改变，导致阴道正常菌群失调，从而破坏阴道酸性抗菌屏障。不滥用强刺激的激素类外涂药物。二、内衣应柔软松宽，以棉织品为好，避免羽绒、尼龙及毛织品衣服贴身穿戴，避免内裤与袜子同洗。三、平时注意保持外阴部位的清洁干爽，特别是在月经期间更要注意这一点，不穿化纤内裤及牛仔裤。四、男性平时洗澡时应将包皮翻转，洗净包皮囊内的包皮垢，是预防炎症的最简单而又行之有效的办法。五、避免不洁的性生活。六、避免大量使用抗生素，导致阴道正常菌群失调。七、如果长期口服避孕药而导致阴道炎反复发作的，应停用避孕药，改用其他方法避孕。